乱跑哦，等一下哦，被人家撞到看怎么办？来。赶快啊！你们找地方去躲躲，我真的没办法，医生都没办法了。你们在这边乖乖的去找树丛里面躲，不要往外面跑，知不知道？一下子七只，一只跑掉，往那边跑。你们去里面找地方睡睡。你明天再弄东西来给你们吃，别往马路上跑哦。